诗篇一百三十三篇第一节，兄弟和睦同徛，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水。感谢主，因为主在十字架顶成就的救恩，和咱交上帝和好了，也和咱会当彼此真做合一，真做一家人。所以咱会当彼此称呼亲爱的兄弟姊妹。这时阵，无论你伫打落，和咱三个开嘴吟诗来阿乐咱的主。感谢你，因为你，阮会当真做一家人，阮会当三角做上帝的子儿，阮会当三角出黑暗进入光明，阮会当三角有格外的人生，享受主的活命。因为主，阮会当三角敬拜，三角吟诗，阮会当彼此宽待，彼此撒听。因为主，你先听了阮。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，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，一路上彼此照料，扶持拥抱。让世界不一样，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，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，一路上彼此照亮，扶持拥抱，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。
想，我们爱一生先爱，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，只要微笑，只要原谅，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。阿们，有上帝听的所在就是天堂。早前咱交上帝的国无关系，但现在耶稣却自己来成就了和平，叫咱无阁是外人，而且是旅客，乃是上帝厝内面的人。盼望咱真正徛在伫耶稣的磐石顶面，对心内彼此合力为一向前行。当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，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。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，同心合一，同心合一，
使命献上自己，同心合一，同心合一，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，不分彼此，同心向前行。兄弟姊妹平安，真正欢喜咱今日咧，再一摆有机会伫山顶来敬拜上帝。头先我爱恭祝每一位一个农历的新年快乐，求主伫今年新的一年，搁较互咱伫伊的疼爱内面享受伊一切恩典。愿主啊接纳咱今仔早起的崇拜，同款啊享受今仔日伫普天下的各国各所在各族。真侪人用无同的语言来敬拜伊，愿主的名得到荣耀。咱三甲来祈祷，天父，当阮想起今仔日家己伫基督耶稣内所得到一切属灵的恩典，阮的心充满着欢喜，充满着感恩。阮谦卑的来伫主你的面前，求主你今仔日再去开启阮的思想，我通明白你的话语，国家互阮不但啊明白。予阮更加重要的，愿意顺服，愿意去遵行。阮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愿阮一切所祈求的，拢要荣耀你的圣名。阿门。咱今日要来继续研究《以弗所书》。再起，咱的经文是《以弗所书》第2章11-22节。
是的，按你讲第十一节讲，所以恁应当着纪念恁从前按着肉体是外邦人，就是称罪无受割礼的。这个名原是怀病人的手，伫肉体顶面啊受割礼的怀人所起的。迄时阵，恁甲基督无关的，伫以色列国民的以外，伫所应允的主约顶面是局外人。并且我伫世上无恩望，无上帝。第十三节讲，恁从前远离上帝的人，如今却伫基督耶稣内，靠着伊的血，已经得着清军了。因为伊和咱和睦，将两下合做合做一个，拆毁了中间隔离的墙，而且以家己的身体。毁掉迄个元首，就是迄个基地律法顶面的规条，为要将两下加着家己做成一个新的人，安尼便成就了和睦。既然就是立家顶灭了元首，加着这个十二家和两个归做一个，甲上帝和好了，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，和恁远处的人。要怀君主的人，因为咱两下接着伊受一个圣灵所感动，直直进到上帝天父的面前。安尼恁无搁做外邦人甲客旅，乃是甲圣徒上国，是上帝家内的人咯，并且受建造伫使徒甲先知的根基顶面，有基督耶稣家己做房角石，大家房。可以联络的合适，渐渐成做主的圣殿。恁也可以受建造，成做上帝借着圣灵徛起的所在。顶礼拜咱思想到关于咱救恩得救最重要的真理，就是《以弗所书》第二章所记载，甲咱讲，咱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这个并不是出自家己。乃是上帝所赐的，暗是出自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咱原是伊的工作，伫基督耶稣来做成的，为要叫咱行好，就是上帝有必叫咱行的。咱就称作上帝的子，咱是受赎回，有圣灵的能力甲印记，属得主的人。当咱还未明白主以前，咱未相信主，未得救以前。咱继续无愿望、希望、无敬畏上帝的生活，咱通做代志是凭家己的意思来活，甚至咱自以为意，咱看家己是一个好人，是一个无太人、无放火，甚至也无点烟、也无啉酒醉、酒醉的人。事实上，一般来讲，咱常常最好是为着家己，是求家己利益啊，对别人呢？咱甚至常常对咱的朋友也有亏欠，咱的未能不注意前，咱的生命、咱的生活，咱亲像一个甜甜圈，就是 donut， 空空的圆圈的面饼，面饼的中间是一个空洞，咱过去生命也是相反，心中虚空有一个空洞。保罗在以弗所书提醒信徒。因是怎样对上帝来得到一款奇妙的恩典？保罗提醒因未有基督以前的生活，因未信主以前受称作未割礼的，无受割礼的，因甲基督分离，所愿受排除伫上帝甲亚伯拉罕立约的应允的外口，因生命中无有恩望，无有上帝，因活伫无有上帝的世界顶面。那么注意到第二章十一节，顶面讲外邦人受称作无受割礼，咱需要明白这个什么意思？咱爱有更加清楚、更加广泛的理解，咱对这个经文来查考，和咱会明白更加刷落去的经文。迄个时阵，唔是犹太人的外邦人，受怀受割割礼的犹太人。称作未受割礼，所以就产生了两款的人，一款是受割礼犹太人，一款是未受割礼的外邦人。
这款是犹太人，这帮是外邦人，就是割礼甲无受割礼两款的人，因为安尼生了两款中间诶真大诶离婚甲冲突。今仔咱要来学习什么呢？咱对上帝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来开始学习。上帝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记载的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迄时阵，安尼讲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讲：“我的确赐福予你，叫你的名最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着福气，地上的万族拢要因为你得着福气。”然后，上帝伫创世纪第十七章，伊阁命令亚伯拉罕和共所有的男性行割礼，和因。真多，一个是因甲上帝诶一款的标志啊，表示因是属上帝子民，这个是一个记号，用割礼来做记号。写书的时阵，亚伯拉罕的约会内面有啊，唔肯受割礼，拒绝受割礼，就是宣告讲伊伫上帝甲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中间无份。犹太人无因为上帝拣选因。啊！做伊立约的民来谦卑来感恩，却家己以为受称作受拣选的选民，为着因的文化、因的宗教、因的种族来感觉骄傲。因甚至称为异教的人、外邦人做教啊，称因做无洁净的、未割礼啊。当时啊，甚至于当时一个撒玛利亚人是混杂的一般犹太人，一般外邦人的撒玛利亚人，伊毋是纯粹的啊犹太人，所以因受在纯粹的犹太人的调笑，看因是敌人，所以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无来往，因为安尼怀疑。外邦人受称作未受割礼，这个是一个侮辱的名词。暗示讲，因比犹太人在亚伯拉罕的约会是较低一等的。但是使徒约翰啊，无赞成这款的看法。伫约翰福音啊，伫马太福音三章有记载，使徒约翰看见真侪法利赛人甲撒都加人也来受洗，就对因讲：读作的情侣，就是指示恁逃避将来的受气呢？恁就结出果子来，甲悔改的心相称，唔通家己心来讲有亚伯拉罕做阮的祖宗。我甲你讲，上帝有法通对跩石头中，将亚伯拉罕兴起行顺来。是的，亚伯拉罕的真正的后嗣，唔只是怀啊受割礼，上帝有法通将怀无属亚伯拉罕血统的子孙兴起来做伊的后裔。罗马书第二章二十九节，更进一步的来解释。保罗安尼讲：只有内面做的，才是真犹太人；真割礼的，也是心内面的，是在乎灵的，不是在乎义门。这款的人受称作、受称赞，不是对人来的，乃是对上帝来的。保罗讲，这个真正的犹太人，就是上帝约真正的继承人。是一个心受圣灵割礼的人，受圣灵改变的心的人。用简单话来讲，就是怀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。真有趣味的这款的讲法啊，割礼心内受割礼，其实伫《申命记》旧约已经有记载，《申命记》第三十章第六节安尼讲：耶和华你的上帝。将你心内甲你后下心内的污秽除去，通叫你真心真诚听耶和华你的上帝，奉予你存活。心内的污秽除去，英文版有的是翻译做内心的割礼。所以，跩内心受割礼的人，才是真正属上帝的人。因啊，虽然当时的犹太人将用法律甲因的法令。用因甲外邦人啊分界啊做因的对敌，虽然真侪宗教的活动是犹太人所遵守的，但是有一寡生活伫以色列中的外邦人也是会通遵守。咱也看到当时上帝已经有看到外邦人啊，会相款会得着赦，所以圣经也记载约拿
受上帝呼召五年离美这个外邦的民族来宣告悔改的信息。但是犹太人无看到上帝对这个整个世界满足的心，上帝拣选因是要正做光，通让世界所有其他的国家啊指出上帝。但是因失败，因却制止外邦人，因却制止无爱跟外邦人来往，将伊当作是无合法的。因陷入独特的主义，让撒玛利亚人看轻撒玛利亚人，甚至当主耶稣啊在世上的时阵，伊也不让这个撒玛利亚的混乱人传福音。犹太人却拒绝耶稣，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。这个保罗劝伊夫所的教会要回忆，要回忆什么呢？有什么价值啊？值得咱回忆的呢？保罗吩咐伊夫所的教会啊，甲伊讲，所以恁应当着纪念，要纪念什么？要回忆什么呢？头一个，保罗讲，着纪念咱以前的过去，咱的过去以前甲基督是无关系，咱就提醒咱家己，今日咱过去，咱也是外邦人，咱可能无受人称作教，或是称作无洁净的，但是亲像伊夫所的信徒一样，因啊受人有怀真无好听的名称，是未受割礼的外邦人。总是咱的今日，咱也是异教徒，咱也是外邦人，过去咱也是拜偶像、唔认捌上帝的人，但是咱伫上帝的恩典内面，伫主耶稣内面得到所应允的救恩，咱过去是绝望的，无上帝的。因为安尼，保罗提醒因讲，要记得咱无有基督的过去，会记得咱未认捌基督以前，咱的过去。这个目的唔是要让咱家己有迄个罪感，确实要帮助咱通向上帝发出感恩甲敬拜。因为伊怎样伫创立世界以前，用准备用人民竞选人，将咱包括伫伊救赎的计划个内面。现在咱正做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中的继承人，上帝赐予咱，亲像咱过去几礼拜一直伫咧讨论的这个真重要的题目——恩典。这个恩典何款赐予咱，并唔是要予咱骄傲。让咱对别人敌视，看因唔是蒙恩的，乃是要咱会成做万国的祝福。上帝赐予咱，要让咱成做别人的祝福。咱应该对记得，咱永远对记得，咱要保持伫基督内面的合一。要保持基督内面的合一，咱来三甲看第十四节到甲第十六节。遐安尼讲，保罗讲伊所个教会安尼讲，因为伊和咱和睦，将两个合做一个，拆毁了中间隔离隔断的墙，并且以家己的身体废去顽朽，就是迄个基督的法册顶的规条，为要将两个借着家己做成一个新的人，因为安尼就成了和睦。既然在十字架顶灭了顽朽，便借着这个十字架，和两下归做一个体，甲上帝和好了。上帝使律法和全人类，和咱明白伊的本质，并且和咱知影，咱拢是需要伊怜悯的人。但是犹太人无承认因的罪过，却以为遵守律法。甲伊个法令会予因伫上帝面前称作义人，即款自以为义甲律法主义个态度是虔诚个犹太人啊，因啊当作外邦人敌对个原因个一个，因看外邦人毋是上帝所拣选个，但是保罗个人讲，基督已经破了上帝甲人个中间。以及人甲人中间敌对的围墙，主耶稣完成了律法的要求，照着第十二诫等于死，伊付出了赎罪祭，就是咱犯罪人本来所应该受的刑罚。主耶稣已经解决了律法顶面的要求，这就是为什么咱无过遵守在礼仪顶
在律法节期最期啊，这些及奉献的制度，在其他的礼仪，因为主耶稣已经推难时，但是虽然摩西所颁布的律法已经结束，上帝的法度照顾有效，因为伊的性格及伊未改变的性格，永远是相符的。今日咧，咱就顺服上帝的命令来听伊，来听咱的厝边，听厝边亲像家己。咱一嘴有法通完全的听上帝，阁完全的听咱的厝边，我想无一个人会做到。但是感谢上帝，因为耶稣基督死伫十字架顶，彰显了主耶稣对天父完全的听，完全的顺服，也完全的对伊的邻、伊的厝边的听。伫主耶稣完全的义顶面，咱才称作义。搁一摆提醒咱家己，咱的确是靠着恩，毋是靠着家己。毋是因为咱是属地无教会，咱是属地六宝基督教会，还是其他别的教会？毋是因为咱是六宝基督教中学，还是无一间基督教中学的学生？毋是因为咱是属地无一款的种族，还是因为咱的地位？甚至毋是因为咱啊自以为是好人是义人，并且咱伫教会内面有真侪侍奉，兼且咱也做真侪私下的好代志。总是咱着咱提醒咱家己，伫上帝内面，互咱推服甲上帝好好的工作，也帮助咱伫上帝甲别人的面前来谦卑。因为安尼，咱保持咱伫基督内面啊，甲其他人有合一的心。我顶礼拜伫电脑网内面试问一寡人啊，做一个非正式。唔是正式嘅调查，我问因啊头一个问题：夫妇之间、兄弟姊妹之间，还是讲父母甲儿女之间，最有可能发生冲突嘅代志嘅原因是啥物？第二个问题，我问因啊，伫有问题了后，有啥物方法有法通修补受冲突，有法通化解紧张，有法通讨好对方啊？有什么方法是最好的方法？真侪人对这个问、这两个问题拢有无相无相真好的答案。但是我实际上，我是爱注意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啊，要怎样解决？要怎样化解紧张？要怎样恢复啊失去关系的感情来讨好对方啊？绝大多数不是全部，总是真大多数的人拢提议讲，咱要学习讲对不住，还是讲对不起，讲 sorry， 还是五人道歉，互相好好来沟通，来讨论所啊会互咱冲突的代志。我爱引用内面其中一个人的回答，伊讲：虽然不是你的唔对，咱还是要讲对不起。虽然你相信是别人唔对，咱上款讲对不住。换一句话讲，就是咱要有谦卑，咱要爱护别人有迄个业我的恩典，避免啊专注于家己嘅权利，避免注意讲家己是对，别人嘅唔对。咱要谦虚家己，对别人来友善。教会也是亲像一个家庭，亲像家庭中啊，无一个人是完全嘅。信徒中也无一个人是完全的，因为安尼教会必然会发生冲突，也是有无相意见的代志，这个会威胁到教会的和平甲合一。咱呢，同时咱呢，记得咱无有基督以前生命的状况，并且会记得咱伫基督内面蒙恩的啊，咱是蒙恩的。所以，这个当咱思想遮个代志时阵，咱想一切拢是上帝恩典，这个会帮助咱合一，帮助咱容易饶恕别人，帮助咱容易对人讲对不起。对今日，咱甲上帝和好，也甲教会兄弟姊妹彼此和好，拢是因为主耶稣的听。
主耶稣因为疼，甘心为咱流出疼的宝血，各项代志咱就提醒咱家己的。上帝所关心的，唔只是犹太人这个民族，伊是关心世上的万民，伊也关心咱在过去称作外邦人的。所以咱应该记得，咱上款就应该去和万民做伊的门徒。会记得上帝赐福和亚伯拉罕，是要借着伊和世上的万民得到祝福。上帝对亚伯拉罕讲：“我的确叫你成做大国，我的确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做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到福气。为你祝福的，我的确祝福伊。”迄、那个救助你的，我的确救助伊，对上的满足，拢要因为你得到福气。这个无耶稣生命的，就亲像咱前面所讲，一个空心的甜甜圈 donut， 因为无耶稣的生命，心中是一个空洞。咱来用几个问题来做咱的反省，咱来思想，头一个。在上帝拯救咱的以前，咱的生活是怎样？咱怎样会得到救恩？咱怎样会来相信福音呢？第二个问题，我是毋是有比其他的信徒，我感觉我是较优越？我是毋是有款的优越感？第三个问题，我应该怎样参与伫上帝的救恩的计划？和万民做伊的学生，做伊的门徒，咱来做一个结束的祈祷。特别阮感谢你，照着早起的信息提醒阮，求主你帮助阮，唔通未记得阮的得救，阮得着脱离这个黑暗绝绝望，因为主耶稣为阮付出这个真正大的代价，也帮助阮永远的记得。在阮的生命的旅程中，阮毋是孤立来行，有你甲阮相佮行，也有你教会你肢体每一个分子甲阮相佮行。阮属地主耶稣基督最头的肢体，世上现在也阁有真侪人未伫你的肢体内面，所以阮谦卑的求你帮助阮将这个福音紧紧传教给未认捌你的人，通带因啊进入。你的肢体中间，我来你基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同心向前行。
动工在我们当中，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心意，伟大使命献上自己，同心合一，同心合一，让我们先求神过合一，不分彼此，同心向前行，向这世界为主发光，寻求胜过的蓝图，不在乎自己，一天身心意，使用我们走遍世界各地。
我那个属灵的上帝，祝福您，看顾您。我那个民工更照您，使您伊内面丰盛的稳定。我那阿民看咱，在咱一切的遭遇内面，将耶稣基督出人意外平安，赏赐予咱。阿门。